on a pedestal and tell me I'm the best. Raise me up into the sky until I'm short of breath. Fill me up with confidence, I say what's in my chest. Spill my words and tear me down until there's nothing left. Rearrange the pieces just to fill me with the rest, yeah. But what if I trip? What if I fall? Then am I the monster? Just let me know. And what if I sin? And what if I break it? Then am I the monster, yeah. Just let me know, yeah. I was 15 when the world put me on a pedestal. 打算坐一个什么样的酒店？飞得很远，要是飞得不远的话，可能觉得很远。肯定飞得远。我抓到飞机都。这么老成俊子来过吗？来两个。我见过，但是很久没见过。 你这个飞机顶了之后要不给它取名字？取名字？对。掉了。阿志。阿志好。阿志。就我这样肯定能飞得。先对折。 然后再就这两个合成，就那个飞机那个头，对，就合起来。为了让你的飞机飞得更远，有没有什么技巧？等会儿就知道了。技巧是在于放的过程，是吧？对，放的过程，放的过程。
我牵着手可以作证、yeah、你说我大不了就微微远走避，我说你飞也飞不出我手掌心，想给你唱情歌别介意我走音，都怪你不敢露在装穿我的心，我其实是在装傻傻，希望看你笑所以才认真讲笑话，难道你没有感觉吗？多少人想要为你写首诗，我后悔没学好语文，我笑着对你说的，但其实我很认真，你抬头看看月亮知道爱你有多深，其他女孩不想搭理，因为她们不是你，不喜欢拿你跟谁比，但你想糖果跟蜂蜜，也不是说我没有你就不能活，只不过是我没有你会很难过，因为每次 so lonely 别把我丢在这里，请把我一起带走，也不是说我没有你就不能活，只不过是我没有你会很难过、yeah、I ain't got time for that， 不想你消失不见， Baby if you know you know， Baby if you know you know， 外面一片灰蒙蒙，不知道现在的你到底是在做什么，不必惊喜因为一场噩梦，梦里面的你对我说说你不但是你又把那碗面看穿了。对。我家楼下有一家，我家楼下有一家。外面。你这样点什么面？我一般点牛肉面或者炸酱。哦，都要加鸡蛋。三秒吗？看情况，不一定。有时候三秒，有时候二秒。我还以为有时候三秒，有时候四秒。没有没有。你在吃啥？你在吃什么？饼。什么饼？好吃的。你头发掉了，在眼睛那。你不是刚吃了一碗小面吗？来这好像没有这么。对。当时是野草，野生野草。西门少年的。野草。野草。你们看啊，这里的空气十分的新鲜，你们看这个垃圾桶都别有一番风雨。好，这里就是大西沟，应该是大西沟的地铁站。哎，果然我待会儿就要在这儿拍，对，拍照片。这儿应该就是我等会儿就要拍摄的地方。经过我仔细的观察，没错，这就是地铁站。我好像等会儿还要，哎，有滑板。好安，对不对？
撞到每天遇到多少人，想要为你写首诗，我后悔没学好语文，我笑着对你说的，但其实我很认真。你抬头看看月亮，知道爱你有多深，其他女孩不想搭理，因为她们不是你，不喜欢拿你跟谁比，但你想糖果跟蜂蜜，也不是说我没有你就不能活，只不过是我没有你会很难过。 You make me feel so lonely， 别把我留在这里，请把我一起带走，也不是说我没有你就不能活，只不过是我没有你会很难过。 Yeah， I ain't got time for that， 不想你消失不见。 Baby if you know you know， Baby if you know you know。 外面一片灰蒙蒙，不知道现在的你到底是在做什么，不必惊喜，因为一场噩梦，梦里面的你对我说说你不再爱我。现在我们到了我们的江边，也是我一个拍摄的一个地方，大好的山水。哎呀，哇，空气好新鲜，前面还有很多石头。江边是不是可以钓鱼啊？江边吗？我没有，但我记得我来过一次，好像是六年级的时候，然后和我的好朋友们然后骑自行车来江边。看一下江景，然后就回来。没有，我们是来洗个手。哎，没有，然后顺便就扔一下那些石头，对，就打水漂，用手打水漂，就感觉很当时候很开心。你可以打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我应该能打个一两个吧。等一下不气。好。
在江边站站一会儿就不行了，赶紧上车。我和你都在同样一个小小银河，却刚好避开每一个大大的漩涡，宇宙间不炽热，不冷漠，不独特。我和你都在同样一个大大银河，我却发现你存在的那个角落，你永远不能发现我，我也不散发光和热，会炽热，会冷。睡觉有点困。现在我们来到最后一个场点，就是不，现在我要先去吃饭。哎呀，我现在真的太饿了。然后我现在正要去吃饭的地方，好饿呀！而且太冷了，这个天，大家一定要多穿衣服。在这。哇，这儿有好多吃的，我们应该就是在这儿附近吧。我们来放大看一下阿志，一口能吃通。老弟，早上好，老好，一起火哈，一起，对不对？我不吃你，我好。主要是他错了。